主料：土豆5只，豇豆500克，辅料：盐、鸡精、油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土豆、豇豆，土豆洗净，刨皮切条，豇豆洗净，去两端，折寸段。锅热油，油多放点，放入土豆，煸透八成熟，放入盐，捞出。锅剩油，放入豇豆，煸炒后，放入盐和适量的水，大火烧开，焖3分钟，中间翻炒，再焖至9成熟，放入土豆，继续大火翻炒后，撒入鸡精，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豇豆也可以先用水焯烫后再炒，豇豆一定要烧熟，否则容易中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